只要跟，对，只要跟我不爱吃，我也不敢吃，那个很苦。对啊，好难吃哦，我们同一国的。有件事说起来很离谱，我跟 Nick 交往了4年半，结婚1年半，但是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，双方家长竟然一直都没有见过面。可以吗？于是今年过年，我已经18年没有坐过飞机的婆婆，和生娃之后再也没有旅行过的哥哥和嫂嫂，终于要第一次来贵州了。你唱这么多，你感觉像是去北极耶。你是农民工进城吗？农民工。我没来过啊。你不是说贵阳黑漆漆的？贵阳黑漆漆不是我说的，是你老妈说的。一到贵阳，当然要带他们去体验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啦。现在到处都有得吃，这个才十点。哎，不错哦。对啊。折耳根是哪一个？这个啊？什么东西？折耳根。折耳根，这个。你给他点一串啊。来贵州一定要尝试的，它这个是养胃的，养胃的吗？对，我们贵州就是吃了这个百病不侵。我多沾一点辣椒，把它的味道盖过去。我觉得你应该不要一开始就挑战这么高难度。啊好，确定？臭。哪有人把自己嘴巴里的？对啊，你为什么会夹心的？夹心的嘛。可以吗，嫂子？哎，我好像可以。啊。它咬到后面会有那个，腥腥的，咬到后面。这个是鱼腥草。它其实是草药的一种。哇，这是鱼腥草啊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好吃吗？还好。OK。我来试试看，对，我来试试。还好。好像可以。哇！我们这边的特色是早上。就是那个糯米包起来很妙，那是我们的饭团这样子。对啊，这条街就是贵阳很有名的小吃街蔡家街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两边有超多好吃的，所以呢我们来这边的话一定要留一点胃哦，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吃很多种不同的小吃。你们可以来看一下要什么材料。这个比较，这个比较，就是这个和这个都是辣的。不要买，要多少买？加脆脆不加，加这个。他们不吃了。这个要不要嘛？加这个。这个可以。娃娃。这个烧点，烧点。它就是老的就烧点。哎，有老的烧点，这个不要。长一点吗？可以啊。这个烧有点。没开。这个是有辣椒，正常版。这个是没辣椒，台湾无辣椒。好吃啊，这个面就跟长旺面的那个面一样，但比那个细一点。就今天长旺面没开，能吃这个也还挺好吃的。折耳根，对，折耳根我不爱吃，我也不敢吃，那个很苦。对啊，好难吃哦，我们同一国的。你家是哪里的？我家是在中国。
来一个折耳根。不要在那边挑啊。这边它很适合配。好吃。嗯。哦，我要吃到折耳根了。第一次看到有人在贵阳吃早餐是白色的，少加一点，因为吃完了才加。对啊，如果吃不了就不要吃哦，因为我多加一点而已。味道有完全不一样。两个，会辣吗？不会，不会辣，有香味，有那个香味。我们已经吃几家店了，现在。我们吃了，如果加上糯米饭的话，就三家了。从早上9点出门，已经吃了三家店了，现在才10点多。它是油炸的那种，你可以尝一个啊。又要吃。都上完了的哈。要甜的还是咸的？甜的。它有水果来了吧？有没有干成这个？烫啊。那个干炸的啦。那蛮吃。好吃，好吃吗？但是我还能吃到豆沙，嗯，但是那个皮，那皮很脆。尝一下吧，大哥。不用不用，谢谢。再来一点，谢谢。老板说这个对身体很好。我身体不好吗？对。它主要功用是什么？主要功用消炎酒。我要一个。来，这么快就好？珍珠奶茶。帮你看看这个好喝还是台湾的？好硬啊！珍珠好硬，你喝啊。但奶茶跟台湾差不多。小伙伴们应该知道，贵州的抹茶最近可以说火出圈了。那嫂子身为一位台北的甜品师，我们肯定要带她来品尝一下啦。还好今天有开。我们招牌什么？能量罐。这个是贵茶抹茶在世界各地出口的城市，比如说可以看到有南美洲，还有澳大利亚，有欧洲。他们的抹茶是按50克卖的，50克是100，就最贵的是168。要我们买一点抽奖。好啊，但是它是抹茶粉，哎，这个粉是要抹茶粉可以的，它可以直接泡茶。不得不说，贵州好吃好玩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，一集实在是介绍不完。那下一集大家猜一下我们会去哪里呢？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